各位乡亲、时代青年的好朋友，新年好！我是余秀英，今年是牛年，祝大家运转乾坤，福气大家奔。目前新冠肺炎的疫情真严重，秀英在这呼吁大家，过年期间出门人多所在一定要挂嘴烟，骨力洗手，顾安全，也要保持人跟人的社交距离哦。趁今仔这个机会，要感恩真侪时代好朋友对秀英一路的收听，甲无弃嫌，日后会用心认真服务基层，嘛毋忘乡亲继续甲我批评甲指教。以秀英不能没有你服务团队，2021祝大家大吉大利，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，新年恭喜恭喜！